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继续带来一套我们这个芭比娃娃，或者是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娃娃呢，去进行一个这个头发染色的一个小套装。然后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选用的芭比娃娃是一个头发特别长的一个芭比娃娃，然后也特别的漂亮。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它的这个亮片啫喱。我们这边是可以直接把它的这个给它打开来一下，然后给它涂一点点上去。如果把它做成一个金色的这个染发的话呢，是其实看的不是特别的出来的。我们可以再给它头发上呢加一些小小的装饰。好啦，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呢？如果觉得好看或者是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我们呢还想把它其他的头发呢也给它继续静静的去染一下色，我觉得它这样染出来的话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也非常的成功。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个小套装。这个套装呢是在网上购买到的，然后是在网上订购到的。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网上呢去看一下，比如说亚马逊啊，或者是其他的玩具屋啊，或者是玩具城，或者是玩具反斗城等等，都可以去寻找到我们这个是迪士尼Violetta的一个小套装。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呢，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留下你们宝贵的留言，订阅我们的频道。频道每天每周都会定期的推出新的视频，如果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